病下有物亡者来，空投飞血女儿到。然后这个是警惕牢骚满口喷，这个是灭火器，这个是安全。每天在人奔波，夜里容易发火，充电若不规范，毒烟四处弥漫。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认为是电动车。猜灯谜，闹元宵。正月十五的上午9:30，郑州市27区消防救援大队的蓝朋友们在人民公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节活动。现场不仅可以猜灯谜赢奖品，还有许多消防器材的展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消防的魅力。它这个是靠这个电来驱动啊，它这个学名叫电动扩张点。大的钢筋的这一类的，现在可以的，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因为它这个空间大，对，完全没问题。你试试体验一下，看辛苦不辛苦，万一顶个帽子也都顶不动。戴上这个帽子什么感觉呀？好沉啊，真的，前面抬得起来。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一共有3项消防器材的讲解，它的使用还有它的名称。多功能消防宣传车上面播放的有我们的消防知识的一些讲解的视频。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消防猜灯谜活动的兑奖区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一些日常家中使用的小礼品，可以到这边来兑奖。猜对一个灯谜是穿一次防火服，看似小小的尝试，却让市民在游园的过程中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就给在电视上看过这种，这别人还都没见过的，他就给这一种的是第一次见。最主要是让小孩也体验一下吧，体验一下，让他就是那个学习一些这些消防知识。此次活动将以猜灯谜闹元宵消防安全伴你行为主题，27区消防救援的蓝朋友通过猜灯谜、消防器材展示、消防知识讲解等形式，与市民群众共享美好的元宵佳节，让消防安全走进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为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